再问一下吼，你刚才食蚵仔包，搞就一两百块蚵仔，要食两百块，蚵仔两百块，要食蚵仔包就一两百，蚵仔。我来食蚵仔无？我就一百两百，蚵仔两百块蚵仔，现在食两百，无啦，食袂啦，时间够，佮摆一摆袂怕硬来，来咯，来啦，来啦，来啦，来。我讲一下吼，你要两来，两百来，两百块来，我来，两百块，哎咯，哎大块钱，我要卖这只，我来讲一下哦，哦，这边没了，没有了，我要卖小的呀，不是没有啦，不卖小的了，以前我甲你解释一下吼，伊这拢是套餐内容的啦，套餐，套餐你敢听有啊？一个一个，迄个哦，后饭后迄个什么四骨头迄个用的哦，我讲后边，啊，所以讲这个够欠卖啦。哦，这种较好欠卖，后边开始我要改卖大地啊！你敢听我讲意思？大地食较久，嘿，大地食较久啦吼！你讲白啦，我要卖大地啊！我大地就袂欠卖啊啦！啊，袂讲到尾时起来有名在无做伙去，明白来？我想要讲，你要两两百块特色哦，好，下次来就大的了，好来大的了，大的大的来就大二两百，来，好，来了两个两百块，四个两百块，对了，来八，来十，大家都要那么多，来四个两百块，不然能不能帮扶来？这边两百。爱十二地两百就好啦。来，他没听到，我要三份。好，那我去让我算一下好不好？卖水果的。卖水果的也喊得很激烈。差不多无啊。好，胡来你在吗？现场好像不够卖了呢。谢谢。那现在怎么样啊？二十块钱是几啊？但是下个礼拜会开比可能要现场为主，不然这样子我会被瞪。对啊，大家都买两三份的，剩这一箱而已。福来，你在吗？福来，不下你我掉。来，没有，再加一百块啊！再加一百块。哎，老老铁，老铁。到了。来了，来了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，快放下哦，来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没办法，三六起来，四头谁吃的？三头邓永乐，别把我麦克风出来，两百块，好，四头两百块谁吃的？两百块，三头就一两百，好，三头两百块，我叫一百两百，一百多来，快过邓永乐，好食猪血锅，好食有钱，好食两百块来做三头，快过食较济来麦克风，两百块来三头，我想起来两百块，没有没有，那一百块是被买走，三头就是两百块，他带着一个小朋友的那一个，他不着急哦，来。三头两百块，什么价？三头就是两百。羊肉今天没有，缺货。两百块三头。现在没有白菜。两百，无啊。四头两百块，帮我切啊，再回来。快过来，快来。这个，快过来啊，看到伊啊。河丸，河丸什么钱的？一包十二粒。哦，等四十块，等人之前好食来。哦，一包十二粒啦。哦，两包二四粒啦。五百，来四百，来三百，河丸够有无？来，快过三百来。来。快送哦，两包三百，好，两包二十四颗三百，要我两百来一百多，一百多来，来一百多来，来一百多来，两百，来一百多来吃，来一百多来，再一只一百块，十四一百，我要吃一百块有无？一百，无啊，一百块无啊，要回来，哎呦，厉害哦，好来，恭喜啊，来一百多来。来一百头啦！哦，一百块钱就算一百，你要虾米没有关系。来一百块钱就算一百块块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谁知道？无啊，一百无啊，交过来。来，那个我讲一下，大家是不是有一个讲什么麦香鸡堡的，还在吗？线上的。好，线上的呀，两百来不讲了，来，交钱。来，来，好来。可是右圈还没到。好，我问一下哈，麦香鸡堡要吃无？两百块，不要说啦，两百块就掉两百，两百块就掉两百，好来，来，这里，
那个麦香鸡排应该知道了哈，三十块的呗，一大姐煮三块，一碟话的，一碟三十块，喊我捡起来嘛，快过来，两百，来五碟两百，等，快讲，食了真好食，十碟两百，一片就好来，哦，十五碟两百，来快讲来，二十碟两百，二十片两百块，一片就好来，好，这二五碟快点食，只用百多两百块。来，不要买相机，跑刷店来嘛！快过来，我这个是我的，我做一两百，都两百块钱知道。哎，大姐来，两百都来，两百块来，就两百几来，两百。来买相机吧，快过来，快来相机吧，两百块相机吧。老板要切鲑鱼吗？我需要一分钟哦，你等我吗？你切鲑鱼大概一分钟啊，大姐，一分钟。来，你等我啦，好，好来。那等一下，我这先给他处理解，好不好？来，不要讲买相机吧，我就一两百，都两百块。买相机吧，来，两百，好啊，来。来我的，来。来十地，来十五地，来二十地，来二五地，我来就是两百块卖香鸡毛，谁知道？两百块，卖香鸡毛两百块，卖香鸡毛就是两百，无啊，各位，对啊，来，那大姐，我鲑鱼啦，我鲑鱼啊，等我姐那么短，对啊，大姐，我需要一分钟哦，好，你知道的了，好来。好，我紧，我唔相信我下卡几块，唔是几块卡啦，后边，几刀卡迄落鲑鱼个面，我无搞，我无法度啊，你讲真嘞，来，等我先，我切一下，这样，然后一分钟啦吼。记得帮我们按赞一下，然后我们下个礼拜四五六日大叔都休息哦，所以请大家把握最后补货日，今天、明天还有下礼拜二跟三。下个礼拜我休息。哎，端午节休息哦。哎，对对，不是，我要转世。哈哈哈哈哈。无啦，你看你都细汉嘞。你莫看我安尼哦，我身体袂歹哦。也当个拖鞋。下礼拜休息哦，二三还有做。好了，一楼记得我把大姐知道了。对，赶快趁这三四天的补货日，赶快来。在家耍废。没有来，他们要去玩了。署名早。啊，你五百块，过来。难得有机会休了多天，带老婆小孩出去走走。来，我爸。我帮你拿这五块吗？来，我爸。来。哎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来，我爸。他点的，还有啊，你要还有啊，你还要吗？他还要，跟谁要吗？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没关系，还有啊，还有谁没拿到的吗？他没拿到，没拿到，没都有拿到啦。啊，你好贴掉啊，哈，没啦，伊阿袂偷，伊贴掉，关羽个人无贴掉了，大姐，可是我要一分钟哦，好，可以的，好，来，好，那你就等我一分钟，好来，很快的啦，我说是真的，很多嘞。嘿，是的。士官长的话是端午节正常营业哦，他没有休，今天休啦，今天大叔休，然后端午节有做，所以你们端午节连假礼拜四可以来安南市场找那个士官长。节后哦，应该都正常哎，节后就正常喽。他们想按的，加多打。阿伯，佫有啥物有提出来？八只啦，八只大公五龟啊嘛吼。八只了有。好多个。一夜干。一夜干哦。哎，大姐一样五百块，不讲了。我问一遍哦，我剩两个人要来带来五百的，搁剩最后一个五百块，谁知道？鲑鱼最后一个五百，无你即摆先讲，我先提予您好不好？
迄落过只就互爸爸买来吼，我只是个当边仔看吧，好当边仔看。好啦，迄个我问一下吼，我今日啥物食？我今日白粉，我今日白粉，好带一百块来，一百块来，好啦，道理哦。好，迄个我今日一百块你知影吼？好啊，我阿袂死啊吼，来一尾一百，来这两尾一百，好啦。啊，我今日一百块吃死的，我今日一百块来，我今日白粉食一百块吃死的。不过鱼，迄个我问一下，在做一只火锅一百块吃死的，阿正阿大姐啊，来。来 OK， 好，谢谢，拜拜。来，宝贝啊！淑惠，好，来一百。好，我一百块来，多，我一百，下面吃宝贝啊！我就是一百块，宝贝啊！我一百，多，我一百块，这次我一百块吃死了。宝贝啊，一百块，宝贝啊，下面吃宝贝啊，一百。无啊吼，宝贝一百无啊，小贝，今物佮我食了饭啊。哎，我只是讲一下来啦吼，虾啊，迄个子啊，简单说啊，就是虾啊，无钱的红头啦。哦，啥物嘢拢同款，白草的、菜果的拢同款啦吼。只要伊无钱，绝对红头的。韩公真的啊，我讲哦，可是还没退兵，看不到，看不到啦，还没退兵啦。安尼啦，好不好？哦，基本还没退兵，看一下好不好？还没退兵啦，反正上是无红头就好啦。看到无？只要外单，只要两斤重，卖讲五百，我就一下来，好鱼要几盒啦吼。哦，只要卖五百，卖四百一个来，只要四百，我卖四百。来吃无？哦，吃两斤卖四百，因为我讲你剩一斤拢两百几个嘛。我讲卖四百，啊，啥物事啊？卖四百，啥物事啊？四百，三五一个来，啥食？我就一下，三百多，三百块。来吃啊！来带过来，来三百的，来三百块，来三百的，来虾啊！我就是三百块，下次谁吃的？虾啊，就是三百块虾啊！下一只虾啊，就是三百块虾啊！来吃三百，无啊！来吃啊，三百，来三百的，虾三百块，下一只虾就是三百块虾，什么？